等我一下，编辑，早安呐、啊，早安呐、啊，早安呐、啊，同下哦，储存，盈利，编辑，滴滴，苹果，好了好了好了，双开完成。聊天室不会动，完蛋！等一下哦。哎，对，然后。感谢大鱼的八个月，欸，快一年了欸，大鱼，完蛋了，完蛋！聊天室，啊，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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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好了，合并好了，大家晚上好。看一下，青蛙安安、雨桐安安、舒 Sugar 安安、泡泡安安、Danny B 安安、Danny 安安，哦对。潘潘安安、番茄安安、陈彦安安，然后隔壁的小妞安安，长大要当忍者，Hello！我最近比较没有在看饭火台，但他开的台频率变好奇怪。忍者安安呢？今天只是想要随便开一下台而已。哇，差点按到直播结束串流啊！好。好，我们开始。那就把每周的这个随便打一打。开始游戏。哪只好？我喜欢哪只？啦啦啦！那这只好了，不够。啊哈，上面这个不会读，怎么不会读？一样，一样。看一下。啊！哦，是这样的关卡哦，60关是不是？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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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开始。是这一关的哦。感谢陈烨的会员11个月，感谢感谢，哇，好快哦，人都长大了欸。来听这些适合睡觉的音乐。不用讲韩文，你是台湾女生。你不用理他。那个韩文的他很爱我，他很喜欢我，不好意思说出来而已。对吧，加西，对吧？等一下哦，那这个是……哦，没事。哎，我最近发生了件很严重的事情啊！其实，怎么讲？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哎，这个在想说要拍影片，
来跟大家告知这样子。再想啦，自己觉得蛮夸张的啊，我那么笨，怎么那么笨啊，繁星，怎么那么笨？好了，可以挂机了。来了，来聊天吧。最近有发生什么好笑的事情吗？哦，而且想说这么早开，二三啊，那想要九点安妮开台嘛，然后就把人转过去，啊，玩这款游戏大概也要快两小时，打关卡啦，关卡比较久，可能要两个小时，然后提前开台，那关台后又可以转过去，啊，又可以第一台啊，完美完美完美，完美啦。允许附近猴子击破所有类型的，本来就这个了。嗯，啊，你们复科换了没？今天光遇礼拜四复科，有没有去换呢？都计划好了，结果睡过头，谁？他吗？他睡着了，我打给他，打电话叫他起床啊。看一下，哦吼，更快速追踪。还是我们鬼转血魂，明天要比赛，趁现在看教主的直播轻松一下。比赛加油！哎，比什么？比啥呢？静安安，那明天要比什么？班歌校服哦，哦，很还好啊，高中也有参加过啊，那时候是军训的吧，就要唱军歌。虽然造型一堆土，到确了还不知道要刻哪一位联合，哎，联动吧，什么联合？不知道刻哪一个？不是啊，就刻 M 了。我是想要原称盒啦，不知道会不会复刻啦。但是又怕刻太多，你看我最近又没钱了，最近又没钱。那就算了会复刻哦，啊，没事啊，再想想，最近没钱，是真的没钱了，因为被诈骗走了，钱都没了，我讲的是实话
角色确定会，但之前的是不知道。哦，哇，那不更难抽了。卡池多了四只角色，天哪！每次你账号给我帮你处理，不是啊？我什么账号？你说血魂账号？你白痴哦！我不要，我不要。晚点来写稿好了，把这件事情做成影片。佩佩安安，反正现在银行冻结了，没有钱了，好可怜。哇，第一关就要六十，第一大关就要六十关，天哪！我的天哪，第一关就要花十分钟了，哇，后面怎么办？感谢小妞的会员，拍拍你，没事啦，只是就没想到自己有那么笨啊。他怎么没有跳出来？感谢新的十八个月。没事啊，都报警了，只是那笔钱可能就是拿不回来了，还蛮多的啊。那这笔钱拿去买教训，真的是有点多。把那笔钱我是想要拿去不去外面住嘛，像设备啊、冷气啊、电脑桌、电脑椅什么东西，就是直接大升级，所以一直都在存钱。那现在钱没了，啪没了，教主怎么了？遭到诈骗。然后我现在银行去冻结了。讲真的，我是讲真的，我现在是很认真哦。对啊，现在就是，身无分文，对啊，没事啦，啊，至少不是他们说的，就是被抓去卖掉还是什么，因为不是最近台湾有很多被抓去卖，所以庆幸的是没被抓去卖掉，啊，人还好好的啊，怎么又是六十关？天哪！一二三四六七八九。那这边奉劝大家，如果接到电话号码前面有个加字的，那都是诈骗。我是到昨天才知道这件事情。那各位要小心，不要跟我一样傻傻被骗了啊！我那时候他是跟我讲我的账户，一开始是收到一个叫买动漫的那个平台，然后是跟我通知说我的账户什么被强制输入，设定成要出资进去，啊，我就跟他讲说，可是我是货到付款的，我就觉得他是诈骗，然后想说，他就问我说，那没关系，如果你真的没有这个要求的话，我再帮你联络那个银行，那再请银行帮我取消。我说联络什么银行？我就记得账号里面没有什么要联。要绑定信那个银行信箱之类的，结果那封银行电话真的打来了，然后就想说去 ATM 操作，结果他就跟我讲说我操作错了，害我的那个账户防火墙打开关闭了，所以在这之中很容易被盗刷什么的，叫我先把钱
全部先领出来，然后再把钱存进去，再去把钱存在那个他们安全的，不是，他一开始是教我操作的时候，他是输入一个账户，然后说这是安全账户，然后就是输入结束后，他就是把那个钱又退给我。现在想想很笨啊，就是因为他那个就是没有效的账户，所以把钱会退还回我，很合理。那时候我就信着想说，哦，是这样子操作的哦，好神奇哦。结果就这样子钱被那个自己把钱送给别人这样。好，我们继续开始玩。好久没玩，知道怎么点。哦，更快生产速度。好啊，那就这个啊。玩这个。人没事最重要，对吧？因为我很少在看新闻的啦，是最近才看到新闻说，最近台湾很多绑架案还是什么的，我才哦，有这件事情，对吧？那其实那时候，有跟安妮啊、番茄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说，我还是会有人发生。我说，因为没有遇过这种事情。对啊，事情就还是发生了。七差小，没事啊。现在就是想想，都已经报警了嘛，东西也都弄一弄了。那其实理论上，那个银行柜台啊，警察其实都是说，毕竟那是人头账户啊，钱又转去哪里也不知道，所以要不回来几率就是 99% 以上。理论上是不可能要回来的啦，啊！如果我在想要怎么啊，再怎么用成影片。早安啊，早安啊！今天要讲讲繁星被诈骗的故事，这样子。繁星遭到诈骗的故事，怎么了？没有啦，你们教主被骗钱了。就这样而已啦，没什么啦。你们教主太好骗了，把要出去住的钱全部赔光光了。欸，我一直有说我要出去住是认真的啊，所以那时候其实那笔钱就是已经都存好，然后是房子是还没房那个租房房子还没看的。他就只是那时候是怕就是钱被人家盗领走，那时候就叫我先把钱领出来。哎，你们没有被骗过吗？可以留言区分享哦。快来说说吧！不，你们有空也可以去看看鱼仔的影片啊，去搜寻路费，看看他的影片。欸，其实大家都很辛苦啦。我要放远吗？不对，近啊，放近好了。我感觉会垮欸。要3万点哦！天哪，存得到吗？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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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其实这件事情我不怕人知道啦，毕竟就是要赶快跟身边其他人说，因为其实也是有些人不懂啊，啊可能我刚好就是跟其他人说了，然后他们就知道这件事情，嗯，下一封差点被骗的也是其他人。如果他一开始跟我讲说我的银行遭到诈领什么之类，这个我就绝对不信了。啊，这我肯定不信啊！因为那时候是叫我操作机台，后来想想，白痴，很多一帮银行诈骗都说银行服务人员不会叫你用 ATM 操作啊，怎么那么笨？当时一定是因为在 Seven， 我那时候在便利商店用 ATM， 可能就是因为后面的人排太长了，我想说不好意思去弄到别人，耽误到别人时间就赶快跑掉，还造成他说什么。银行卡已经，防火墙打开这样子。然后很好笑的是，他全程要我不能挂通话，因为他说要全程录音，是我的什么什么保障之类的。后来想想，哇，他一定是怕我跑去警局，然后刚好就是，如果我静音就去警局，他们不知道。对不对？啊，如果全程如果录音都出事啦北，出事啦北。嗯，这样玩果然不行。等一下哦，等一下哦，等一下哦，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嗯，怎么搞嘞？怎么搞嘞？果嘞哪里？果嘞哪里？对吧？啊，这只好了，还是得靠这只啊。就当作呼吁大家小心被骗，对啊。然后之前有人打电话给我买房子、买车，就跟保险一样讲。哦，对啊。因为最好笑的是，他就是我那时候是花了一整个晚上到半夜，他就是叫我守在那个 ATM 旁边，然后还问我电量够吗？不够的话，要不要去那个隔壁超商买下行动电源？还是我还刚想说不用了吧，我原本就有一个，只是没带在身上。他跟我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这边可以提供一个费用，就是让你买行充。然后我就去买了行充之后，就在那边充电，然后充到了12点之后，因为他说我的还是没有办法弄好，然后他就叫我继续再把钱领出来，再存进去，再转账这样，先把每日上限领出来。他这样操作是怕我说我中途如果发现被骗的话，我领不出来。他会叫我先把那个上限领出来，啊，再叫我把那个钱转去别的户头去，然后说在这过程中不能登录任何 APP 跟那个卡片放进 ATM 这样子。还有在玩吗？没有欸，那款先放着了。那再来就是他跟我讲说，因为我还有另外一个银行，因为他一直叫我想办法登进去，不然很危险。我就说，他就忘记账号密码吼，因为他开始口气有点凶。他说，我就说我忘记账号密码，而且已经达到每日登录的上限了。然后他说，哦，那没关系，那什么，明天再跑一趟那个分行就好了。他想说，好，我就相信，我说好。结果隔天接到电话的时候，叫我去，就是那个。登不进去的银行，我想说不对，你不是叫我去原本的分行吗？怎么叫我去另外一家银行？然后后来就是叫我去申请一个账户，然后说如果柜台人员问什么，就说是那个什么要做担保人，是认识的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干，不会我真的被骗了吧？因为后来我就跟我姐说，我好像被骗了，被诈骗了。然后我姐就直接带我去报警。啊，后来因为她说电话不能挂嘛，我说那个不好意思，我可能要先挂个电话，要出门一下。她说不行，你就是不能挂电话。我说我真的有急事。她说有什么事情比你的那个账户危险还重要的？她说到底有什么？我就说因为我觉得你们好像在骗我。然后怎么会骗你？这个电话就是银行的电话，怎么会骗你？那，
我刚刚说不能让第三方知道，这个说什么要私下解决。好，他说要私下解决，那为什么要用公司公机打电话给我？用手机，然后手机私下讲不是比较快吗？不是比较方便吗？说要私下解决，不想把事情闹大，是他们讲的。嗯，那结果，结果我就问他，请问你的分行分机，然后是什么？然后后来他说，帮我请我们主管跟你说好，我说好。结果那个主管就说，不是，他说先生，你这样子做就是我们可以想办法在三点前帮你把那个你的户头全部弄好。我说没关系啦，不然就是先冻结账户好了，不然你怕我的防火墙是关闭的嘛。他说不然冻结账户要等三个月以上。我说那没关系啊，那先冻结账户好了。他就一直想要帮我私下解决，要我不要冻结账户，因为他说什么，因为我们同行里面都有良性竞争，他说同一间公司一定都会有一些业绩压力还是什么，就是不要耽误到那个客人的时间还是什么。然后后来他说那你决定呢？我说我还是要那个冻结账户。跟他回我什么意思吗？那随便你啦，就挂我电话，太好笑了。我被骗了。那昨天也跟那个啦，小雨啊、团团啊、波波啊他们聊，然后我们就在边打 Overwatch 边聊，说哇，小雨你人太好了吧，就是他可能补量或是关键救援什么之类的，我就说哇，你人太好了吧，祝你不要被骗。然后小雨就说你不要再消费自己了，不要那么难过。我说哇，消费自己好爽哦。我一直消费自己，我说哇，祝小雨你不会收到诈骗集团的电话什么之类的。我说我也觉得自己很好笑。欸，前两关60关好久哦，我以为40关呢，天哪，40关8分钟。差不多。乌鸡鸡乌鸡鸡。猴子怎么可以这么多啊？我跟 Annie 知道之后，比较担心我心理状况。没有啊，我是觉得，我知道安妮的心情，安妮的那个啦想法，但真的没事啦，没事是自己说的啦。因为主要是我的卡存折、印章那些没有给对方啊。对，我说没事，就是没事，好不好？没事咖啡，没事咖啡啦，哈哈，没啦，就是升级看一下，嗯，个啊，好像只能靠这只了，哎。等一下哦，设定目标，设这边，好，其实我那时候很无助，我跟那个就是在 ATM 的时候说，就有点无奈无助啦。因为那时候的心态是啊，连弄个账号都弄不好，那时候还觉得自己没被骗。是回到家，他跟我讲说不能跟第三方说，不是我早就已经跟4、5个讲了，然后他们那4、5个都一概都觉得说反正你被骗。我就说好啦，我已经就是看开了自己被骗的事实。已经看开了，
你会努力帮我赚饲料钱哦？不用了，没有，每次都让你帮我请出钱什么的，我其实自己也是有点过意不去啊。你真的觉得我这么脸皮那么厚，每次都要你请，我都很不好意思哎、欸。你看你每次要给我徽章，我也都是不好意思，想要不好意思收。可是我觉得你的企图就是每次都要多收一个，然后送给我。那那时候像你的烟火账好了，我觉得你应该是多买要给我，刻意买一个多一个给我，然后我就觉得说，你是要送我还是真的想要脱手还是什么不知道，想说那你先放着看吐我们的药。我接到类似电话我都不会挂，但我有啊，我那时候还在开台，接到电话我就放在旁边，然后光遇挂着继续熄火，对吧？你给我收对吧？我不认识的电话我都不接，不是，因为有时候我也不认识警察的电话，我还不是一样也要接，对不对？我那时候报警啊，然后干怎么又诈骗电话接起来？喂，我说喂，这边是淡水分局，请问是石头先生吗？我说对。哦，那你现在可以传送那个对话的那个截图过来吗？我说可是没有对话，然后照片就是因为他在交易过程中要叫我拍照，他就把那些照片传出去，因为就是就是金额啊时间点这样子。我现在要懒得理了，哇天哪，万一你家人手机没带或没电了啊，只是啊，对，应该说外面手机没电，但是叫你去接他有没有，但是只有朋友的电话打给你死都不接，完蛋了。栗子安安，没关系，我们再八天，我们啊，对，你那个谁，番茄，你是叫我现在登那个吗 ？Switch 吗？还是明天再看？你不是说一个礼拜吗？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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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啊，对。每回合自动生成现金，来生成现金，等一下哦，投资银行每回合赚取利息，应该一个礼拜前就可以扣款了吧？你说现在吗？现在打开啊！我现在看一下我 Switch 哦。eShop 嘛。完蛋，好像有点危险呢，有点危险，侦测到危害，看一下哦，追踪，好，哦，这个，无法显示页面，不好意思。没，下礼拜礼拜五再开，下礼拜五才发售哦。好，没事了。不然为什么会打不开？已侦测到危害。你就是常常没接到家人电话，差点被打啊！你看吧，你说不能怪我啊，就不认识的电话啊。
繁星会玩珠还是紫？玩珠啊。虽然紫的神兽比较帅啦，因为其实当时撇除说什么博士会是女生这个东西，因为其实古代跟科技这两个东西，我真的比较偏爱古代的感觉。能去未来跟过去的话，我会选择过去啦。我是一个喜欢往后看的人，不喜欢向前看，所以我是一个很念旧的人，懂吗？但我相信安妮应该也算是念旧的人，虽然他不说。那还好，其实猪版有那个胖丁啊。欸，可是胖丁可以，我看到胖丁有那古代种，就觉得哇靠，那古代种的，古代种好呢，还是普通的好呢？该抓一只普通的来玩，还是去练一只古代种的胖丁来玩？好，我们简单的结束了，简单就打了半小时啊，现在换中等啊，中等，哇哭，人就搞啊，居然超人吼，超人吼好累哦，哇，绑定了呢，哇！我解释一下，就是这边猴子其实是可以自己挑的，但是这个模式就绑死死的了，不能挑了。古代安妮，对啊，想回到过去，试着抱你在怀里。我习惯把手把，我习惯把手机通知关掉，没办法，转来转去头好晕。哪个头好晕？你怎么？安妮起床咯，早安啊，早安。安妮宝贝早安。那昨天乱叫宝贝害我有点小走心。那怎样，不能叫吗？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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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给我叫，用力的叫。女人叫大声一点。那其实昨天半夜安妮还在的时候，想说，不然陪她玩玩斗争好了。对啊，啊还没 follow 他退群的，可以去搜寻胖丁胖丁哦。啊，人家人美心善良的安妮在独骑有在开。哎呦，白痴吓到！我想说，白痴哦，有点吓人。哦，然后我想说，昨天，啊，不知道怎么办，又跑去再看一次月老，然后再哭了一次啊，哈哈。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我看一下歌词哦。哦，真的是因为歌那时候去好乐迪跟他们唱歌，然后唱一唱，看到 MV， 哦，好棒哦，该看月老了。因为其实那时候月老就是评价很两极啊，有人说。没必要二刷，有些人就说想要三刷，都想三刷了欸，都有人这样子刷了。我说太两极了吧，打太极哦。然后看完就哦好哭，看到有点晕。你说这个吗？这款游戏会晕哦？哈？真的假的？这又不是麦块，又不是斗阵。又因为看到猴子打气球点了进来了，嗨，日升暮月，安安。
干嘛？打气球你才进来是不是？怎么可以这样子？平时开其他的可以进来啊，不然换光宇好了。啊，猴子好玩，猴子射气球好玩。嗯，看一下啊、喔。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让时间停止那一场雨，只想拥抱你在、欸、你在身边的证据，吻你的呼吸。我这边吻你的呼吸，我这边按你的呼吸。长跑可以嘞。只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吻你的呼吸。啊，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好丑，好丑！我在求啥？我在求啥？你们在打什么？刚刚那个哦，转来转去哦，你是说那个吗？飞机吗？好，那我不要放那个。我等下手机拿出来，我听一下，如果可以，好不好？刚刚感觉 GT 抓不到、喔。欸，所以安妮什么时候要唱歌给我听啊？一直说我要睡觉，然后唱歌给我听，啊，结果嘞，看你在爬积分啊，难过了，难过了。嗯，在播广告，哎，芝芝安安，芝芝安安。噔噔，回到那天相遇，让时间停止那一场雨，只想拥抱你沉甸甸的证据，吻你的呼吸，一眨眼一瞬间，你说好就是永远不会变。怎么那么好听？我说这首歌啦，不是我的声音啦。大树下的霓虹色未尽，手心里捧着雨，哭了笑了，除了你还是你。我们如果又一次错过，不敢牵起你的手。如果没有如果，等到红线来的时候。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让时间停止那一场雨，只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吻你的呼吸，一眨眼一瞬间，你说好就是永远。如果可以，茫茫人海千年一眼相遇，月光下转身那就是你，红线划过深藏轮回的秘密，我挥霍运气，因为你才让我背对命运不害怕。哭烂了。到哪里了？哦，暴风狂风也不想防备，爱了就爱了，只刻在我们泪光的月底，我开出了花。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让时间停止那一场雨，只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吻你的呼吸，一眨眼一万年，留给我别困住你。
如果可以茫茫人海千年一眼相遇，月光下转身那就是你，红线划过深藏轮回的秘密，我花光运气，你是我赌上时间的决定。哇，5万多块钱的耶，怎么还撑得住啊，好强哦，无敌了吧。哇，要80关耶，完了完了完了，我觉得打完这个安妮就开台了，困难我自己在私下打。感谢感谢啊，怎么聊天室看一下哦，我没有开 echo 耶，哭了。感谢ERICLU 的你没有感谢啦，安安安安安安啊，亲安安，还有谁？小坤安安，你好，你好。嗯嗯，对啊，其实就最近一直狂听，如果可以。那还有另外一首啊，可能嘛，可能其实一直都没有从我的分页避开。对，可能。李怡然，可能是星星不会眨眼，对了，可能是月亮不会眨眼，星星不会说话，让你觉得孤单啦。可能是太阳熬夜太晚，耳朵们都太冷，忘了帮你变童话。可能他出现在未来，没出现在现在，小心搞乱你的时差。可能是你所谓的转角是其他人的直线，所以没办法给你回答。一个人一直走，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一句话便足够，我想要陪你很久很久，哭了都。如果我们有一天变得很不合适，不行，这边好高。如果我们有一天变得很复杂，一定是有颗种子在我心里生根发芽。他听我讲话，慢慢长大，形成了不能愈合的伤疤。可能是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所以你要去很远的地方找自己。星星不会离开月亮，我也不会离开你，离开安妮。好啦好啦好了好了好了，够了够了，不要再吹捧了，不要再吹捧了。我跟你讲，安妮唱歌更好听。我为什么会知道，对不对？我在瞎编的啊，他没有唱给我过，他还没唱给我听过。你看这女的，整天在台上说：“安心，你怎么还没睡？叫我唱歌给你睡吗？”每次打好，我说你现在关麦，然后�唱给 DC 唱给我听，打了3次，从来没有一次完成过。安妮，安妮，你还想玩世界吗？因为你后面还有猛爆碎龙，那些都还没有遇到，雷狼鸟啊，雷狼龙啊，我们有一天再来玩啊，还有一个礼拜可以玩。繁星大大堵在门口猛啊，什么东西？繁星会练计时赛吗？计时赛不会，我那计时赛你要都熟悉那些乐剑啊，我记不起来。我那个就很佛系在玩，现在就只是打打奖杯而已。所以等一下安妮开台，我就继续玩这个，然后听他的台。Nice！ 可能是天亮不开朗，心情不会说话，让你觉得孤单啦。
所以无法给你回。不要，我要再骗婚了，而、啊、你要再婚了，你又爱上谁了？你又爱上谁了？对啊，不干我的事啊，因为我从来没有在你心里有过属于我的位置，但我一直都很祝福着你，好吗？一句话，先足够。我想要陪你很久很久。如果我们之间有个人不假，一定是有颗种子在我心里生根发芽。玩啊玩，好啊，你改天再来玩啊，私下也可以啦，毕竟郡国之地就是浓嘛，你也知道。因为其实后面还有很多魔物你没看过啊，像那个、啊、明赤龙啊、拔牙、安安幽泽吗？明赤那个黄黑黑龙，虽然这个也可以等珠子结束后继续玩啊，因为反正他就在那边，也要跑也跑不了，对不对？谁拔牙？你拔牙哦。小雨也在分享他最近说要拔牙，结果拔牙还要等时间，他好可怜哦。他拔牙还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拔。最近这位英雄移植到对战版本里，对战版本啊，你是说 beta 版的那个吗？那个之前有想玩，可是那时候排好久排不到了，我就没有玩了。他之前有个 beta 版本，就是玩家跟玩家可以连线对打。就是你放气球出去，然后对方也可以放气球来让你守这样子。啊，可惜。可能是月亮不会说话，星星不会说话，让你觉得孤单啦。啊不不不啊！总是反过来的，亏亏，白痴白痴白痴，繁星白痴都不看，再不看啊。哦吼！跟随滑鼠锁定到位啊，这里。Battle Two，我知道啊，那个之前我有个干爹很喜欢玩这个，那时候在跟他去玩那个对战，但是制定没有经验啊，不然我就只想跟他玩。要升的你都要打路了啊！其实玩这个就开心玩嘛。我一直很好奇你们说的世界是什么？我跟安妮的世界啊，没有啦，魔物猎人世界啊，魔物猎人世界冰原啊，这个。那天在看安妮那个生日直播，他是说最喜欢魔物哪个版本，然后他就是他喜欢的是崛起的操作，但是喜欢世界的生态。我那时候就跟安妮说，你看你看这个草食龙会去喝水哦，然后喝水喝到一半被凶柴龙给吃下去这样子。一代还二代，二代人比较多，我不知道欸，忘记了，那个很久没玩了，所以我移除了。那阵子就是一直在找拼命可以、欸、找一些可以跟观众一起玩的游戏。防御塔升级机制重新改过，没关系啊，应该是不会去摸啦。比起我真的不是很喜欢打 PVP 的游戏。你看大家一起打 PVE 不是也很快乐啊，打了 PVP 之后就觉得有些游戏玩的都不开心了。
是说我还在想要不要把魔力载回来。你想要回去练技能了是不是？可以啊，你载啊。等一下还是他有新活动，就算有新活动也是坑钱，对啊，而且熊安安，雷狗弄成恶改根本没心啊！真的是要不是师傅不能直播，我就去玩了。虽然从自动练功、自动练技有点失去味道，但是诚意至少多很多啊！自动练功好像也不错啦，其实。然后你有一直靠，你是买的吧？杰克打积分输了，我们来看杰克他们在打积分，反正今天要打 Overwatch 了，在想要不要打，但是就是我怕就是随时会接到电话，就是可能警察会打电话给我啊，还是什么的，想说就跟他们说，可能没办法，因为可能随时会接到电话，然后随时站离之类的。啊，像打这个的话，我可以看，按一下啊，游戏暂停。灵力减二速的雷狗，哦，我其实昨天在想，搞不好安妮真的玩师比我还强很多，对不对？应该说搞不好啦，他本身玩游戏可能啊，大概率 99% 比我还要强，他只是没有接触过这游戏啊。接触过后，你看伤害输出、死亡数啊，应该说死亡数压到最低，伤害输出最高，哇，还有补量也是最高的安妮。太神了吧你！哇 ，S80 关真的太久了，你没感受到我捕尸的力量吗？有啊，但是你想一下，人家是从一代没有玩过的、欸，要么是怎么？你看，要么就是真的是那只角色做坏了，要么就是安妮真的有资质，选一个嘛。有资质的人也选做坏的角色啊，完美这样子。你看，就像你那时候也没摸过青弩嘛，又照着安妮的配装，结果你看输出是不是都起来了？好 ，Sugar， 拜拜。
没摸过轻弩的你，摸了一下轻弩，伤害整个起飞，那种感觉你懂吗？不是这游戏不好玩，是他选到了更适合他的角色。要不是那个原氏把他砍成这样子，不然他的游戏乐趣还不会去摸摸伊拉呢，对不对？啊，你会这么强，都是因为原氏在搞，原氏在害。那打这个会这么顺利，主要是这个啦，这边有个金钱乘二啦，因为不想要玩这个游戏玩得太累，就去小氪了一下，让游戏变成简单游戏。他说：“我们是在玩游戏，不要被游戏玩。”游戏王 ，Logan， 一个人一直走，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足够，想要和你陪你很久很久。给你们听一个东西哦，我之前好不容易要到一个东西，超好笑的。来，有在看抖音吗？有在看一些网络视频吗？声音，好，这个，这个。好，开始了。太扯了，不说你不知道，男主角小帅昨天接到诈骗电话。白痴。就这样傻傻的被骗了去报警。啊，昨天跟人家凹到了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好玩。嗯，幺幺安安，我的声音做得很流畅欸，完全不会奇怪的感觉。别再消费自己了，哎。消费自己很难呐、啊，欸对，没有小猴子欸，没有。Ta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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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
大大的哈欠。虽然不知道事情发生什么，就这样结束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下一关。我想想要望着脚丫，欢迎苏松唱歌。哎，放哪边啊？妈妈妈，七十关。你也被打哈欠影响了，我刚没有打哈欠，我刚是叹气，哎，不好意思，哎，我是叹气，不是打哈欠的。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想一下，那这只要怎么打？妈妈妈妈妈，看得到隐形。哎，完蛋，怎么打？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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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是想到每次你们打草啊，就想到老居不知道草的意思。那时候我在讲个笑话，打那聊天室几个打草，就被 ban 掉说不要骂脏话哦。我就草是笑的意思，老居草是笑的意思，我就觉得很可爱。我的耳朵只有在打哈欠了，哎，肯定的吧。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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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你不能怪人家吧，对吧？不知者无罪。啊，就希望安妮网路可以顺顺利利，不要再爆炸了。因为这个世上难过的人越少越好。对不对？难过伤心我一个人就好了。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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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该来透明的了吧？完蛋了！好了，安全，安全！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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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You want, I know what them look like. Seen in
棒棒棒棒。这关钱好像有点难赚的，那样呢？奇妙的错觉。哎，安妮是双开还是单开啊？安妮，安妮，请问你待会魔物猎人是单开还是双开？范围更大啊！碎碎碎！装吧，真的希望他不要再搞我了。对啊，搞你的人我就够了，不要再搞了，不要再让其他人搞你了。男人，你在讲什么？男人，正经点好吗？放哪边？回来了，哇靠！你回来了，我就把这个放出来。我想说，你应该不会那么快回来，又把飞机摆出来了。来撑一下，眼睛闭起来，听听这美妙的气球爆炸声就好了。规律的气球爆炸声。我的光遇，果雷纳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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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现在不会转圈圈了，来，一直线的，一直线的了，我升级了它。动漫任务的功课，动漫任务，什么动漫任务？学校的吗？还有动漫课的，怎么办？哦，动漫人物的功课，动漫任务，然后什么动漫任务？学校。美术学校吗？不然呢？繁星，
哦，不是，热气球爆炸声听着很爽，对啊。那时候谁，小鱼就玩这个给老菊看，老菊就是听着要睡着。本事煞爽，你出现在我的关系，没有酒我成为荒唐的可怜人，可是你越是丰富饿了。这样，79000，36000，60000。边听气球爆炸声边画画好聊，也会睡着，是吧？没错。我应该要把这个换掉了，这只已经没啥用了，因为有这个飞机自动追踪就其实够了。边听教主唱歌聊天让我不舒服哦，让我不想睡，好像让我不舒服，我闭嘴嘛。今天下午突然想到，我光遇任务都没跑，然后只是想找个上线的人牵手，我的星盘只剩下三个在线上，还一个传不过去，那一个是因为在跑图太远了没有传送，那另外一个就是在那个哪里，原本有传到我，可是后面又突然不见了。然后来就是想办法，就趁他过图的时候赶快传他，然后跟他借牵手。好，自意安安，这难度才中等呢，中等就要打快一个小时，天哪，关卡数太长了。马蒂。你在馒头没事，我说今天下午牵那昨天的牵手任务啦，万圣节活动过了，说什么万圣节活动哦，我没事啊，我那个他那些东西打一打只是送这个而已啊，送下面这个东西而已啊，这个我还好啊。啊，我只是上来打那个奖杯，那个远征而已啊。我前几天开上线有开这个游戏呢，开台有开这个呢，是不是没看台啊？我记得你有啊。我说哦，这个还好，因为那时候去年的圣诞活，愚人节，今年的愚人节活动，我有全部打完。打到那个钻石箱子之后的，但拿完东西觉得好像还好欸，那后面就再也不打了，浪费时间，浪费时间啊！中等难度最后一关，那就打完安妮就差不多开台了，我就把人带过去了，耶！可乐，这新关卡欸。是玻璃可以放的，不对，不行。
哦哦哦，什么意思？这个是要……哎、欸，是可以播我吗？这关很讨厌。啊，该不会是要用这个把玻璃打破吧？啊，聪明如我，一定是吧？看一下哦、喔，那放这边，看一下，看看是不是聪明的我。设定目标这里，然后不是哎、欸，居然不是，这个很难，还行啊，我简单给你看好不好？重来，重来。既然不是的话，那我就有方法啦。哦，往这边。声音好好听哦。北七哦，会这样子哦。好的，好，我懂了。哎、欸，点不到哎、欸。他每轮顺时钟开方向。哦，没有，我现在知道了。好，谢谢，谢谢，谢谢。所以要点天赋，要赶快趁现在点，是不是？哼，那这有什么难的？角色放这边就好了啊。想一下哦，那这个往那边锁定到位，好了。挂机游戏，挂机游戏，可是这有点点浪费了哎、欸，应该要点上面这个的啊，算了算了算了，都点了，讲什么都来不及了，烦心！你也是用直升机过的啊，一定是用直升机过的啊，讲就知道啦。想说你们说很难，有什么是直升机办不了的？菲菲说很难啊，怎么可能会难？菲菲太嫩了。我就觉得敲这声音好好听哦。紫藤花。好了，挂机挂机。主要是佩佩你是新手啦，你角色不熟的很多，你还只是萌新，我知道啊。那你下次要说对我来说很难。啊，我就新手妹，嗯，啊，是是是是是。有彩蛋吗？像这个就可以啵啵啵了，好听。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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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这个功用，那这个功用，这只剩下赚钱了、啊，没有其他功用了、啊。我还点了这个白痴，繁星，你是白痴吧，繁星？掉好了，没有用。这样的爱情让我苦恼，就一个人又哭又笑，因为上帝总会听见我的祈祷。哎、欸、啊！如果放前方这边，是不是收不到啊？银行丢在这边、欸，香蕉树丢这边，是不是就收不到了？秋袋，能放这吗？哎、欸，可以哎，那我放这边好了。你要来下载这游戏，很适合放松时开一下。哦，这游戏你很毒，你要小心哦，不小心会玩八小时、九小时以上哦。对吧，佩佩？这游戏是不是很毒？中二病少年不会梦游，安安。团的最后一个我练完了。团，哦，这个、哦，我教你练这个等级啊。这个等级，你就是选一个海，如果是船的话，你就选个海的比较多的地图啊。那你全部都丢船上去就好了。它是算那个啦，场上次数的经验值，你场上同一只角色越多，经验值加越快。然后就同理嘛，你看我现在放了两只直升机。就是直升机今天乘以二啊，所以你就开个，如果是今天要练基本的猴子，不是其他的啦，还没满的，你就开个简单的放弃地图哦，就是你那个一次放好啊，再也不会加钱的那个特殊地图，就全部放同一只猴子，那就挂机就好了，反正输了你要的是经验，不是钱还是不是什么的。他不是最后一排还有个新的吗？有些啊，他每次更新一些英雄，他慢慢更新的啊。在目前我这个组合里面就是海盗船而已啊，这个啊，我记得这个，对吧、啊？这个啊，这个是这一次最后最新的更新是这一次啊，我还没看过它的效果啦。以前玩过五代，基本上前期女巫后期超人就玩过了，对啊。前期就是，要么就死灵法师开下去就没有你的死啦。所以我刚刚在想要破关卡的时候，我是想要用那个法师猴直接透过去就好了，简单的法师猴，捡不到，建出来基本就废判了。白痴，你要见到那个东西出来，你要钱花很多呢。
什么叫基本就可以放着，可是你练到后面没意义啊，因为其实你玩到100关后啊，你要的又 也只是经验值而已，你不如早点出去，早点从下一关开始，那个重新打一关其实效果比较好。你那时候好100关之后，你的海盗船升级到最大，那你挂着也只有200关会送你一个，会送你一个这个啊，随机之猴子啊，那其实效果没有比较好啊，直接接到200也没关系，我知道啊，可是你看你这个以经济效，以那个啊，怎么讲，反正就是 不推荐啊，100关之后那个其实东西就还好，不推荐直接一直玩到100关后就很无聊啊。那请问好，你玩到100关之后，那你东西，你好，你拿到了，你拿到了即时猴子之后，那能干嘛？对不对？你赶紧早一点玩到下一关，你赶快开始新的一关，然后拿到猴币，这才是比较好的方法。因为你玩到后面，你猴币也不会加，懂吗？过80猴子也没经验，对啊，所以就说你要那个要干嘛？你要的那个打到200关以后，好啊，280几关，你也只是爽度而已啊，也没有拿到什么东西啊，不如赶快出去，赶快下一场。你看啊，这个是，我看我有的，所以哦。哦，怎么看已拥有？可恶，目录哦，这边那时候就是万圣节，不，复活节直接全买，买了一大堆复活节兔兔。我那时候奖杯1000多个，然后买一买就没了。他如果没有特别更新什么，其实不用跟我讲，教我怎么玩，好吗？我懂得还搞不好比你更多 ，OK 吗？只是不要用修改器什么之后来教我啊，自己用修改器调了一大堆能力，然后跟我讲说怎么点比较好的，我会听得很不，我会听得很不爽，只需更长时间。这个我就很不想点欸，所有猴子装填上去啊，要点这个分配好，好了，就到这边了。那像英雄我理论上有出新的我就买啊，但 skin 我不会买，就 skin 就还好，有出新英雄我就会买啊。金明安安，然后像这个每日高级佩佩，记得这个都要去解哦。这个你看这个很困难，对不对？其实每次只要更新完之后 ，YT 上面就会人马上做出攻略。你去看攻略，照着做。有些是真的很难啊，那个就算了。啊，有些很简单，可能30秒内就结束了，那个你可以去解一下。啊，之前有遇到什么要8分钟、9分钟的那个，我就放弃不解。嗨 ，Joko， 你知道我被诈骗吗？这是真的哦，我被骗了，我现在身无分文，我很可怜。啊，好啦，我们看一下宝可梦开台了没？很小啊。语速慢一点。Joko， 我被骗钱了。我被骗钱了。鱼仔安安，我要关台了，你才出现，好扯好扯。闪闪关了，出门前打招呼，路上小心。路上要小心哦。哦，安妮，你的脸怎么那么好看？天哪，爱了爱了。没事，我要出门。
好，出门小心。完了，我才两天没开台，要怎么揪团？看来他还不知道，不知道谁不知道？鱼仔知道啊，我跟他说啊，身边很多人我都有讲了，有些只是关系没那么好的，没有第一时间说啦。哎、欸，对我 YT 好久没揪团了、哦，直播接力，不行。请安妮在社群中将你加入他的直播导向清单。完了，来直播这边要坠机了，很久可还不知道哦。对啊，因为那边我没有锁，小鱼也不知道啊，小鱼老居，然后温阳他们其实都不知道啊，因为其实私下交集没有一直说有聊到之类的东西。啊，我们去胖丁胖丁的台看一下哦。胖丁胖丁，好扯哦！胖丁胖丁，你有双开吗？哦，有了有了有了。好啦，那 YT 坠机，那 Twitch 这边我们去安妮的台，去看他叫，看他叫妈妈，好不好？好啦，感谢各位大家，不啦，感谢大家今天收看。先休息，半夜可能会开啊，半夜如果睡不着或想玩点什么就开。好啦，再留意啦，那大家晚安啦，感谢。叉叉安安叉叉拜拜。好啦，那如果要看我在安妮聊天室出现的话，来这边，嘿，我会在安妮的频道这边打。这样啦，感谢大家，大家拜拜。